车辆，你不是说不管它，你摆着，然后你让它那样跑来跑去，它跑在前面的，我有停车记录，对嘛？不管这样的，你先弄这样，我们怎么接下一个人啊？对，他躲在地上没关系，他整个都爬上来了，还爬到我这边，还衣服也是，我手机也是。所于昨一日13时许接获，在小港区大业北路与中山路口有民众需要警方协助，警方到场了解系信车司机与民众无理所携带的中型狗因未装狗笼而上进车，在后座椅掉狗毛及流口水，因而拒载其下车，并要求新台币1000元清洁费，双方坚持不下。据了解，无理因解释因用 APP 叫进车时有特别的声明，携带中型狗未装狗笼，因此认为司机应有认知，为双方无法达成，司机坚持提告诉，全案依毁损案函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